오빠, 전화 있었어? 나 샤오누라 전화 못 받았어. 미안해, 미안해! 曾被美国杂志评为去年全球第二美女的韩国女星 Clara， 近来负面传闻不断。早前她自曝遭到老板性骚扰，进而要求解约，没想到后来却反被公司指控是她发比基尼色诱简讯引诱老板在先。又有媒体爆出 Clara 私下个性冷血，不想参加同公司女团 Ladies Code 的丧礼。近日更爆出 Clara 的真实年龄其实是30岁，但她却谎报是29岁。种种的负面传闻 ，Clara 一直没有对外界说明。不过30号却丢下一颗震撼弹，她透过韩国媒体宣布，往后韩国和美国的公开活动全面取消。据悉，她将在国外避风头。Clara 表示，决定接受韩国演艺协会的建议，暂时停止韩国的所有活动，而之后的美国活动也打算取消，只是目前在香港的行程不便暂停，因此会依约走完。这个消息发布之后，让 Clara 的粉丝都相当的惊讶，而她也透露自己还是要解约的决心，表示会把时间空下来，清算和公司的债务问题。 YES 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。